轩轩，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还记得之前的那些瓜吗？来看看正主是怎么说的。没有啊，造谣。应该是把我看错了，跟妈妈一起去拿饭。听说你穿拖鞋在大厅唱歌。第三件事，听说你的人脸又刷不上了。是那个什么采集信息。嗯。然后只是网络出了问题。轩轩，什么都知道只会害了你们。